啊？当然了，不好好睡吗？陪老婆子很好睡。啊？陪老婆子很好睡，我问你。你张开大嘴，啊？你把我手打开。你出来。对啊，跟别人睡很好睡吗？啊？是不是跟别人很好睡？是不是？啊！我问你来，像老的啊？基本上像雌性，我跟你讲，做人人不做鬼啊，做鬼啊！啊？是不是像做鬼？你走之前我提醒过你了，你记不记得？证据啊！现在证据拿来给你的，现在证据拿来给你了。证据还好吧？在床上的证据总可以呢？啊？欺负我老实人啊？坐在床上证据总行呢？我问你啦，啊？这叫证据吧？再三强调过呀，你要证据啊，现在证据给你啊，证据啊。你去死他妈了个逼的，浪婊子他妈了个逼的，放什么东西啊你，出来跟别人在你开房间睡觉啊，啊啊，你上别人老婆好睡吧，啊，别人老婆好睡吧，我死出去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，不打。那本来能不能退吧？有话好好说啊，有话好好说。跟你没关系啊，我知道，但是呢，没关系啊，有话好好说。跟你没关系啊，我知道的。跟你没关系啊，我知道没关系，但是呢，没关系啊。我在这里教育我老婆的，我知道啊，但是我跟你没关系啊，是不是跟你这是跟我没关系，这你们出来，但是不要怎么样，是不是？没怎么样，没怎么样，我就过来抓奸啊。过来抓奸了，现在在这里，反正千万别动手。现在你看，两个躺在床上了，抱在一起了，把我女儿他妈都在边上跟我睡了啊！你把我睡了，老干你啊！啊！我老婆把我女儿放在边上睡，你是什么？你什么一个逼脸啊？出去跟别人夹黑他妈的你！要不你把我女儿放家里去了？你好出去夹的，我女儿放在边上干什么啊？叫别人叫爸爸。这个人怎么抽啊？我磕啊！跟你们没关系啊，是吧？知道，但是你要给他撑开，兄弟。好的，我们要不就下去讲，是不是？没个，报警了。报警了是没关系，要不就是叫警察过来说嘛，对不对？我要报警。这没有吗？没有了，我们没有进来的，好像整个监管。要不先下去，求你，我得走了啊，我得走了。